这个酸奶的坚果芒果冰就做好了，这个就直接放到冰箱里去把它冻上。它有很清爽的那种柠檬的香气，我煮了十来只虾。我去逛街的时候看到外面有那种炒酸奶，其实这个非常容易做。这个酸奶怎么做呢？用酸奶把它冻住，然后放入坚果和水果，放到冰箱里冻好，冻成一个薄片，它不就可以做成一个炒酸奶了吗？所以有些吃的很容易可以在家里薄薄的厚度就可以了。卧龙的这个坚果有很多种口味，你还可以任意的加任何的水果。而且全部都是真材实料，现在就把它放到冰箱里去冻上吧。碎了，这一块碎了，就准备炒冰了。那我们就这样吧。所以就这样扔了还蛮可惜的，或者再煮一些虾放在那拌一下。它有很清爽的那种柠檬的香气，我煮了十来只虾。酸奶冰也吃完了。